冬季联盟经17日在台中洲际棒球下华夏据点，日职东军以4-1击败韩职联队夺冠，也是日职球队第三次在东盟夺冠，总教练川江昌宏首度带队就拿下冠军。赛后他说，我知道我们在例行赛是第四名，但是进入决胜轮，我就跟大家说一定要全力夺冠，就算这是预成为主的比赛，我们也不能因此满足，还是要全力备战之后的球季。不过终于拿到冠军，川翔也松了一口气。他说，这场比赛我们攻略黎代英的球路也差不多，毕竟很多球员都没有遇过他，不过他的球整体偏高，我们利用战术、脚程还有触及等取分，收到不错效果。至于他认为投手部分，这届比赛要给钟伟辉、立井重正还有成濑公亮三位选手鼓励，他们表现都很好。